只能先到这个，哦，然后到那边才可以用，所以几张这样子，对，四张，这样，还是抽奖，180，20，可以用，它可以用20，应该可以，这边全都掉了。是另外一个那个，
拍不出来啊，真的，哇哦。你好，漂亮可爱，全部都讲。嗯。我们再等等。嗯。One room, two days. One room, two days. 四件在这里，另外一个贴心啊，保险箱、行李，独立的一个更衣室这样子。看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睡三个大人一个小孩，所以他是提供，我是有跟他要求说我有两张床，所以他有再多加一张床给我们，然后一个沙发的部分。那我们来看看外面吧。27楼哦，我们看看27楼，哇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哦，看下面，哇，好可怕哦，可是好漂亮哦，今天楼下就是 BTS， 那个有没有？那个是 BTS 可以直接坐的空铁，泰国的空，曼谷的空铁，很方便，走下去就是连接到那个空铁，可以直接坐车去别的地方的。在这边吃东西的地方，还有两盒水果，泰国的水耶，好可爱哦！泰国好像最有名的就是这个，它有气泡水跟水，就是大象牌的。哦，嗯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酒哎、欸，可是应该不能喝吧？这应该要钱吧？咖啡机、热水瓶，这些应该都是要钱的啦。你看它有封条，哇，咖啡可以喝啊，这是咖啡机啦。然后这个有上锁，你看它有钥匙扣，
所以应该是要付费，然后跟他要钥匙就可以打开，连我们去外面超商买就可以了，这一定很贵。好，关起来。好，再看一次房间整体，非常棒，空间很大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。这边是连通房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是我们的大门。是大门，我们是住这间2716，2716算蛮大间的，很棒。好，没关系。